被残存下来。我猜还是蛮咸，没事。这只粉红妈妈可以给你。八点。八点了。拜拜。八点了。亏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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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喽。对。下楼。帮我拉一下，感谢。一二三，牵起手，四五六。呀，那你要抬什么？抬什么头？对啊，抬起头。七八九，我们什么？怎么奔？什么奔？假奔。落奔到月球。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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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健康教育课吗？这么高。五月天的粉一定很不开心你把灾哦哎呦等我一下开啦开呀绑好了吗我已经开了我马上也认不这边本台立场所有人都在乱唱了啦那只有在波波立场而已期待聊波波立场想急去找波波今天团同学没来吗迟到团同学他稍微迟到一下下他有先跟我们他有跟校长报备，就是有跟他请半节课，请半节，然后公假半节，公假用假。还有一个他身体不舒服，他请生理不是啊？我说他请假的，他请病假，病假对对对，请病假。嗯，好，那同学你要坐好位置吗？我先点名，好，点完了，好，点完了。坐，请坐，请坐。今天呢，记得我们上礼拜不是有讲说叫大家观察一下周遭嘛？对，对，记得一件事啊，啊，应该吧？自由活动先观察，等到我们今天9:45的时候呢，哎，我们要来考大家我们这个村庄内的状况。好，哦，感觉超难的啦，什么状况呢？就不知道了，要自己慢慢观察啊。啊，是问答题吗？对，没错，有海龟汤可以玩吗？抢答抢答，好，我这样到底是要看校园还是要盖房子呢？同同学，我解散了吗？没散了吗？我还没说解散，同学，我还没说。开始啦！有点，我观察了，我看我左右两边的同学走得很快。好了，其实没什么事，可以解散了。那还找回来吗？啊，这什么观察啊？要用心去看，放眼世界。放眼观察，放眼世界。对，之前不是你不是有一句话听那虫鸣鸟叫？例如说，今天台上那个鸟叫了几次之类的啊，太难了吧？真的太棒了，太难了，完蛋了，16只嘛，我怎么？给个签啊！我是有没有签到他？有，我相信你可以的。好，我要先把那个全部拆掉。哦，你要把你的那个瑞士卷拆掉了。我是瑞士卷啊！看，就是白痴的待遇。他恭维哦。对啊。什么瑞士卷？我还私带一只猫咪被夹在马中间。算了，九点再来看好了。我要先去找金苹果了。加油！金苹果，继续找你的苹果，金苹果。你中介找会比较快。中介吗？可是我上次查好像中介没有。中介不会有。你说波妞那个吗？没有吗？波妞，波妞，我觉得我现在唱这首歌没有伤害哎。现在要多唱一点吗？现在你可以趁现在多唱。我查一下，刚刚是不是有出 boss 啊？有。被我杀掉了。好，那等一下。就是我把 kill 掉，因为那个还没开始，就直接就出来了。嗯。这个妈妈先借我放这边一下，不要啊！不用，我这个拒绝。啊，你放了，要收费哦。收费哦，对啊，收费。费，费，
fat 哪一种 so fat so fat 吗 ？So fat your mom my mom so fat 吗？哦，我没有讲。哦，天哪，妈妈一定难过。对，妈妈你超难过，养你这么久，你这样对待她，也不是养我，还讲那么大声，我天哪，也不是养我了，她很难过哎，太难过了。她现在养谁？是嗨嗨呀？Chocolate 吗？嗨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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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呀 ！Chocolate 是谁？就是蛮嗨呀的。对啊。哎，乐透还没重置哦。啊啊！对，乐透还没。我走心了。走心了？因为酱油啊。吃啊吃就被抢走了。然后还给他中走，超惨！直接剪配的时候，他说：“好啦，不然那个还你好了啦。”这样子，他也这样自己讲哦、喔。太难耶！你应该说这是我捡到的，你要给我三成。买好了。嗯，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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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吧，下换波波，算了算了，你们快买，你快，我剪尾，我剪尾。我也想结尾，我结尾，我结尾。这结尾比较容易中啊！我觉得结尾比较容易中哎、欸，这我是，我觉得中奖是结尾。对啊，我觉得酱油哎、欸，我觉得酱油很容易中哎、欸。没事啊，他今天不在，那要共估了。哇，要留了，要留了。哦，宝宝，你为什么要签九一九啦？哦，宝宝，这一定有企图， oh. 就说我又要连庄哦， oh.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不知道啊？啊，九一九是繁星的生日啊，繁星藏包的字， oh. 我包牌又包这两张啊。对，那所以是不能买的意思咯、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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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惹到你，可以可以可以，你敢超凶的啦，可以可以可以，阿斯顿买吗？阿斯顿买吗？所以是不能买哦，走心的走心的，只是很好奇，是所以是不能买吗？还是怎样？所以是不能买，不能买，不能买。但是我今天说啊，不是不能买你啦。我们这样子抢，我是靠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没有这样子想，但是你的语气听起来就像这样子。哦，就你这句话，如果用打字打出来的话，就是对对对对对，打字打出来，我会用笑脸笑脸。是不能买吗？打出来，然后就笑脸，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旁边一把刀这样。哎呦呀，哪有那么坏？哎呦，阿斯不能买你，阿斯不能买你，哪有那么坏？哎，有时候打字真的很容易误会，就是这样子。真的，打字太容易，打字就是没有感情啊。哎。只是没有感觉，对的吗？情绪的起伏，没有情绪，没有情绪，没有情绪，情绪跟情绪不一样哦。中间是困的时候，谁讲情绪啊？谁啊？是谁啊？谁啊？谁啊？只有很帅的那个，嗨呀哈基吧，嗨呀，嗨哈基呀，嗨呀，嗨呀基，嗨哈基，嗨哈基。哎，你要，你都可以改名的，也是 H 开头啊 ，H H， 嗨呀，后面哦。所以真的吗？会变很后面吗？嗯，很后面。嗨 H Y 会变很后面吗？因为在那个啊 ，Y 很后面啊。哦 ，X Y 弟妹。对呀。完蛋了，英文又要再上一次了。因为我不太行哦，嗯，不太省哦。啊，怎么那个怎么地底下这边还有遗留的蛋糕啊？谁没吃干净、啊？就没关系啊，都长蝙蝠。他可能觉得那个谁做的不太好吃，所以没把它吃完这样子。哦，哎、欸，我上次也是只吃一口而已。我上次也是两口左右。杰克，你缺什么光点？现在攻击跟 HP 的都还没有。我攻击是有啊。好，那缺 HP 的，你 HP 要多少？我看看。四阶，或三阶也可以。对。怎么蝙蝠都打不到？哇，没有，好吧。哇。不要紧，打刀怕。没要紧。
夜妹来啦！哎呦，我要出去解一箭双雕。一箭双雕，你要解一箭双雕，走远一点啊！哎、欸，你太坏了吧！起来哟，给我起来哟！起来，下墙哦，低层哦。我好想睡哦，突然躺在床上，哎呦，我只是躺在床上滑手机嘛。不可以，我要去架枪了。架枪，压在床上。你要睡吗？没有啦。有人威胁校长。校长、啊，你要睡吗？你确定你现在要睡觉吗？你真的敢睡吗？你睡吧。你现在是确定你要躺下去睡觉？劝你是不要，是确定要躺着就对了。你确定你真的要躺着？闭上这个眼睛吗？你确定你醒来也不会在天堂吗？你确定醒得来吗？哦，你请掷骰睡觉检定。掷骰睡觉检定，没过你醒了哦。真的啊，过了可能要再掷一下骰，可能是好梦或噩梦。或者没做梦，马上就醒了哦。那你让你获得到一个物品卡。做噩梦，然后发现是外面有人在烧你脚痒。其实有时候就是梦境外，就是发生的事情会连接在梦境里面，瞬间啊，会。这我以前住中立那边的时候，是大家一整栋嘛，然后营业一楼，我在二楼，然后秋风三楼，那时候我们在一整栋。那时候，是五楼吧？那时候泽平刚好邀那个阿比来我们那栋玩，然后那时候白天我在睡觉，在二楼，啊，帘子拉起来了，所以我听到声音，但是我不知道看不到，而且我那时候睡着。然后我就梦到说，有一个人好像有人来，对不对？对，有一个人闯进我房子，然后我们大家先尽力阻止他，不让他进来。但是泽平呢，进来，敞开大门说：“来来，介绍，这是一楼，这是二楼，这是谁住的？三楼是谁住的？”然后醒来之后才发现，哦，真的哦，那个泽平有带人来，然后介绍。对，潜意识的知道有些人来了。对，听到了一些声音。因为梦是一瞬间的事哎。正常的，对啊，做梦是一瞬间的事情。哦，好酷哦！你下次可以梦越多越长。下次我们一起睡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哈基的眼皮有没有突然转动很快。好啦，如果转动很快，那就是他在做梦了。我知道，好像是有那个报道是说，你就是人在睡觉的分浅眠跟那个深眠。深眠。对。然后你在做梦的时候，其实在你准备快醒来的前一两个小时开始做梦。对啊。耶、yeah! 哦！真的、哦、好强哦！赞啦！你现在在做梦，醒来吧你。我要再解释，你还没有解到，你还没有解到，你没有解到了，小雨，我没有解到，东西给啦。我做梦梦到，我真的有梦到我轻松彩中奖，梦到我轻松彩中奖。你可以等一下问一下团大师。问一下这个，如果梦到轻松彩中奖会有什么事情？代表什么？代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哎、欸，这是解梦大师哎、欸。就是我觉得他会讲说，嗯，代表的那个梦境跟现实是相反的。然后他会说，他会说话可能是那个关于解梦那一个啦。哦，但是在帮你积阴德啦，哎呀，积阴德，对啊，哎呦。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我觉得什么笑话？就是保护级的吗？啊，这个算保护级吗？是不是有关叠字？对对，有。那不要讲好了啦。听起来感觉不太妙。对，保护级啊，不是保护级，普遍级。普遍级的哦，欢迎。不要讲，还讲错。太水了！然后如果爸妈陪着看，那就可以讲了。屁啦，更不行了吧？你有没有给我看到你？不然那教小孩就是爸妈的事情，也不关我们的事吧？应该是吧？啊，你怎么又在看《轻松镇高手》的那个？怎么在看《轻松镇高手》？哇！哎呦，烟火炸不死蝙蝠啊！这么难炸的吗？对啊，我想说这么硬哦，那有图案的才有伤害吗？哦，就是会有那个烟花的，对啊，有啊，要有、那個，哇，是团大师，等下有啊，那个团大师解梦上线，因为我上次也是用烟火在解那个嘛，嗯，可是炸不死哎、欸，
我掉一个木头出去了。哦，墓园生了一只女巫耶，超级不一样哦。对，哎、欸，有女巫的任务可以去看看。啊，可是我把他打死了。哎，谁呀？有女巫的任务，没有，我已经打了，这个才是我任务。对啊，哎、欸，大麦克还剩一个、欸，哎，帮我点啊！我吃掉了、欸。哎、欸，那可是我刚点走了。啊，你没有说你要、哦、啊？这按钮能不能按？我按了、欸，哎。我刚点，那你不要不要不要！你说不要什么？啊，他只是要先经过你的那个哦，先只是先跟你告知，他不是要经过他，他不是询问，他是告知。告知的义务。跟你讲说，我做这件事情，我要做了。他是一个叙述句。对，他不是一个疑问句，是一个叙述。想问问一箭双雕有什么技巧啊？不然你感觉那个页面的血都压不下来。我是射两发，直线跑。对啊。然后等他两个一下来的时候，再一条直线走他。技巧就是不要站在原地等，对，拿那个跑很快的，然后让他追一下，这样那一回头。嗯，来，小林法师出中文序，给他一个回马枪就对了。好的，请问有人那边还有蛋吗？没有，蛋啊，没有。你可以跟我一样去等两个小时啦。全部都上来，我有地方有放漏斗，我看我等下回去搜看看。哦，节目大师上线了，什么？节目大师，我问一下哦，啊，那个有关于梦，在梦中梦到是中轻松彩啊，啊，结果是什么啊？结果就是你如果在游戏中中到，你要给熊猫团团，就这样。我太错了，有没有？他爸以为是什么？我刚刚说，就是变成你中奖这样子。没有啊，是你们中了给我啊。太狠了，太狠了。太狠啦！说到这个，我好像前几天有梦到有一个梦，我也觉得蛮猎奇的。我梦到我的两颗，就是你们不是门牙旁边会有吗？不是那两颗，两颗怎么了？不是，就是你门牙旁边不是有两颗虎牙？我就梦到我那两颗虎牙就突然掉下来。你去解梦了吗？然后重点是他没流血，然后我也不会痛，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牙齿，然后在那边玩它，然后我就醒了。为什么玩牙齿？不知道。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哎，其实老实说，那个牙齿掉落这件事情，有的说很好，有的说很坏，我就真的不懂到底是怎样，我看不懂。可能是要看掉哪一颗吧。他就好像有说什么会不是别人的牙齿，还是你的牙齿会，然后呢是会不会痛？这个好像也蛮也有差。对啊，对，没有。然后像上次繁星说那个羊眼睛那个也是啊，每个眼睛颜色不一样有差哎、欸，吓死人。羊眼睛，对啊，繁星不知道他的眼睛变羊眼了、啊。羊眼，这个羊男的迷宫，你是那部看到那个吗？的阴影吗？没有哎、欸，是。也不是哎、欸，就突然梦到啊，因为羊的眼睛它怎么转都会水平，你知道吧？这件事情，哦、嗯，我不知道，对吧？就是一个直线的，对，它就是这样子维持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时候梦到我眼睛那边360度都没有动，好啊，哇哦，对啊，你是睡前看了什么可怕的片？睡前看了什么？看谁的台？闪闪的台，闪闪的台，这些事情都闪闪的台。那大概知道是为什么了。可是不对啊，看闪闪也不会是。对啊，为什么会闪闪的台？和美人鱼的力量。哦，所以你哪一天你起来，你就会发现你的下半身只剩下一条鱼鳍这样。哦，啊，我知道，你看，难怪你上次玩那个。狼人杀，你连当三场美人哦，真的快死！哎，男店员是在那边变美人鱼，唱到累死了、欸，唱了一个小时，有谁来帮我卡歌？我好累哦。
笑切割一下，超好笑的。那个是谁？那个波波最想当的职业，他都没当过。波波有当过了啦，当过了还是很少，真的很少哎，我真是最可怜哎。哦，想当的职业都当不当哦。然后你都一直当狼啊？没有吧？有吗？啊，不对啦。那个什么，只要那个什么，只要发现那一场带风向是波波啊，然后当狼了就很开心。因为那、啊、你是狼，抓他。没有，我跟你讲，波波都一定会说，比如说就是你啊，这个人我觉得他偏好，他绝对不是狼，结果他是狼。对。哎对对，都在我之前那个 Amongst 跟那个都是这样啊，这样啊。然后。尤其是我啊，我只要不是狼，你都一直觉得我是狼啊，我都莫名其妙。但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你不是狼，你就是狼啊。这不我是反指标啊，真的超级反指标，超级反指标，怎么会这样？是不适合玩这游戏哦。没有，你每次食妖我的时候，我也都不是啊。没有，我觉得这真的也太好玩了。我觉得那个小雨哦，那个他第一天死掉，他已经不是真的预言家，他已经是小雨超气耶！哦，对耶，所以今天的活动是要看周遭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是45分的时候才会开始玩嘛？对对，好的。哇塞，怎样啦？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因为我今天全国电池，我以为你好，我是国是可运的，我也上次讲的，其实差不多，一个是救甘心，一个是你虾米弄灾，对不对？你们假发金库，哎，假发金库，他有妖修贵，妖修贵，妖修贵啊！赞，都赞，对不起。就是我刚刚去收鸡蛋，一个都没有，好像因为 Chunk 没有读到，没有读取。你要一个人站在那里吧？那我也太孤僻了吧？你可以在那边想话题。哎，对啊，今天是你哎，好久没有话题训练班。我跟你讲，观众都好喜欢看话题训练班。我刚有对话题了，有，可是我没听到，我不在不算。很任性啊！没有，这是训练，友善的训练啊，就是友善训练哎。哈，你说什么？你说啥？就你很任性啊！没有，我不是啊，我这是在训练，这叫做严厉的教育，你知道吗？爱的教育，你这严厉的教育才能教育出一个非常优良的学生。哦哟，哦哟，哇！啊，那个，我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哈。啊，那个，你们说要观察周遭，他记校长有提示说那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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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周遭。这个对了，村庄内，村庄内，我们哦，所以就是 OK， 就围墙里面嘛，对不对？对，围墙内，干嘛呢？围墙内哦。然后说某一个围墙的石头变成鹅卵石，应该不会说要我们挖掘什么，就纯粹看就好了。他说是对，问答 OK， 没有。他等下说最后我是问答，对了，好，对，他说是抢答。哇塞！凶啊！我外面有一只鸡。大家猜一个，猜一个数字，快点把它绑起来。好，猜一个数字，猜一个数字，就是可能猜一个答案这样子。嗯，哦。阿哥，你不要问我们什么那个村庄内差了几根火把会揍你哦。这个我自己拿不出来好吗？你不要这样子，我等下开始数火把，开始数火把就发现更没有用。哎，为什么？这边有两只鸡耶，是谁引的？哪里？哦，白痴是别人的宠物。哎，会下蛋啊！会下蛋，会下蛋。他也是会下蛋吗？应该是我的。有啊，那个团团，你的那个什么农田那边有鸡啊？啊，对呢。哦，一只是我的鸡耶。他可以交配吗？他交配了吗？你可以他交配了。哇，你好兴奋哦！你很开心哎，孩子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孩子长大，孩子回来。世界冠军。耶！要继续有鸡蛋了，快把那狐狸顾好。对，金子他要好好养。他今天整错，给他抓床好了啦，给他做个船啊，给他做个船。对啊，他卡住了。还是之后干脆把那个养鸡场封起来？我觉得要封个顶台，我觉得需要哎，不然好危险哦。他说我侦测到了，然后跑过去，然后直接把那玻璃咬坏之类的。
反正这也是挺凶的啦。啊 ，find a button。哎，有了，我放一只进去了。好，开始繁殖。啊，我来去哈基家看看，好，搞不好他家里有藏东西。啊？嗯，藏什么？不是找东西啦，是观察、啊。是等下就问答，就我就举个例啦，类似说可能，我们家的这个养鸡场里面现在目前几只鸡啊？哦，比如说哈基家的狗是什么颜色的啊之类的吗？对，白色，好难哦，这好太难了吧？说那个蜜蜂呢？这是蜜蜂院吗？蜜蜂院里面有几只蜜蜂啊？哦，这太难算了，哦，太难算了吧？你要算有在蜂窝里面零只，把它通杀光，把它杀光，你是说挺像？我们先把生物都杀光，等下就统一回答零，是不是？啊，哎、欸，他自己完成了。这里有几位同学零？你要来看吗？哎、欸，这里。几只猫？我不知道哎、欸。哎、欸，你带回来的是你不知道？不是啊，我猫都催生繁殖，然后把它放在村庄的某个角落。对啊。要拿丝绸袜哦。太多了。没事，我看一下。哦，可以。不过我觉得，感觉哈基出的题目应该不会是说生物几只，因为这个变数太大了。嗯。就是你随便喂一下就会增加数量，那个答案就错了。还是你问答的时候，你要打指令 key 去对数字啊、欸？对啊，会啊，哦，会啊、哦。那我要故意在那个四十五分之前，我赶快去，就是那个三十九分的时候，我要去喂各种动物。这就是太难了，太难了。我故意猜题大会一样猜的。对啊，我就到时候是不是就是猜比谁猜的接近嘛、啊？这样赛哦，太棒了。有人已经在偷繁殖熊猫了，我看到了。没有啦，我是要解任务啦。我还要喂组织。我要繁衍他们有七种不还不知道七种还六种不同的物种。不同个性。几率啊，那个几率有够低的啦。看一下啊，一二三四。啊，说到几率低啊，啊，我昨天齁、嗯、终于单抽抽到奶油泡芙了啦，爽啦。这是我的吗？哎呀，但是、哦、但是那个该死的纯香草还是没抽到。没有，就像你知道我们刚刚开台前的话题是说那个龙怎么打、啊、然后他说哎、欸、我剩一只那个哎、欸、刚是小雨吗？小雨缺一只还是什么？小雨缺一只啊。他说哎、欸、然后因为我打勾了就不认真嘛。然后我说：“哎、欸，我全图剑嘞。”然后他说：“啊啊，你怎么全图剑啊？打这种伤害，比较难过的。”哎呦，收集型玩家，收集型玩家，真的是收集型玩家，真的是。我的箱子里竟然有五颗鸡蛋，哦，拿去丢一丢，拿去丢了。啊，怎么蜜蜂飞出来？被放出来了。是不是被人家偷偷放出来？谁要去偷开门？好好，好不？哦，有一只蜜蜂飞到我家，我都没有，都没有。哦，蛋的几率是种出几只鸡啊？哎、欸，种出蜂窝了啦！哦哦，难怪可以哦，他自己长出蜂窝的哦。对啊。这样、哦、也太幸运了吧？你说蛋出现的几率吗？对啊，对啊，对啊，不是十六分之一吗？哦，是哦，那为什么那天等那么久？哦，你是说下蛋的时间哦、啊，还是丢出蛋的那个下蛋啊？哦，嗯，在内还谁？哦，他会下，他记得干嘛？观察，观察，在写考题啊？怎么的？哎，他在写考题。跟在哈基后面，可以只看他往哪边看。哦、嗯，我总觉得会有一题，一题是问那个，我要先记起来。你说哈基家附近的也没有几种吗？好，一也没啊。还是哈基家的鱼池有总共几条鱼？请问是游泳池还是鱼池？哦、这个答案一定要选择那个、啊。
哪个？哪个？哪个？我不知道哪个。你谁说？哪个？嗯，你可以跟我们解惑一下吗？对啊，解惑大师。我没有可能大师这么厉害。哎、欸，我刚刚看到伯伯的第一个房子，我第一眼以为是装蛋糕的礼物盒，那个的蛋糕盒、欸，哎，装蛋糕的蛋糕盒礼物盒，很像哎、欸。我的天、啊，哎、欸，好棒哦！上团大师这样子讲，我莫大的荣幸。嗯，我看一下，哦，你箱子钻石好多哦。啊，我忘记把钱包带出来了。啊，你防爆卷轴啊，你有强力卷轴哎、欸！哇哇哇！哇哇你在做梦没有？做梦你没有那个东西。对、欸，我刚刚讲，我上次是把钱包丢到水池里面 ，Q 出来丢到水池里面，看吧，乱扔垃圾。啊、那你后来怎么找到？后来怎么找到？啊、他找不到，他看不见了吧？就看的、哦，他找不到了。这 Q 出来就没救了，真是 Q 的就没救了。没事啦，你是丢到水里面啊？我是丢到岩浆里火里面。可是你不是钱包？不是钱包啊，我里面装矿物啊，里面有装矿物啊。可是没有那么多就是啦，没有像你那么多。好，那没那意思。对啊，为什么你们要比惨？谁比较惨？因为这样子心里比较不会不平。对，比较不会不平。哦，心里比较过得去。哦，还有人比我惨，那意思没有错啦。知道你过得不好，我就心满意足了。虽然总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坏，但是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原来不是我最惨啊。对啊，原来我们一样惨，我们是好朋友，哦、就跟我们抽卡都还没出来，是不是哦？对啊，好好600哦，那没事，我200没事。啊，600哦，好可怜哦，好可怜哦。我觉得那个好可怜比较嘲讽，偏嘲讽。哇，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咕叽咕叽哦，为什么要咕叽咕叽哦？问一下，还在斗鸡斗豆。斗鸡，你干嘛、啊？你说就嗨嗨哇！好久没人因为咕叽咕叽笑了、哦。对啊，因为斗鸡哦，然后斗鸡啊，你笑干嘛？你被斗到了，我摔到眼睛里，被斗到了。我以为你被脚踩到脚趾之类的，踩到乐高，变叫鸡，吓死！是被乐高砸到头吧？砸到头应该还好啦，砸到头应该还好，踩就是痛吧。那、啊、你被两公斤的乐高砸到头啊？两公斤也太多了啦！你说两公斤的乐高，对，太痛，整箱的呗。这个重弩手也太难了吧？什么重？使用一个贯穿式的弩，一箭射杀五种不同的生物。哦，那个、啊、就坐在船上、啊，近度为隐藏性的。哎呦！哦、你是谁？你是冠军杰克。对、啊，冠军也是上礼拜是了。冠军呢、欸？对啊，你全图鉴呢？哇，全图鉴啊！全图鉴，这是在嘴的意思。全没事啦，我们说的是阴阳师全图鉴，对不对？對啊耳朵 SD 还没啊？哦，你还没哦。对啊，没事啦。欸、下周，哎、欸，这周就要出另一个 SP 了啦。抽了。啊，不留着之后的吗？之后看起来比较香。是啊。小雨觉得香吗？那个啊，后面不是要出那个什么第四天吗？对啊，第四天，对啊。哎、欸，你知道我看人家在讲，他们就说哇，女玩家真可怜，过了一年多，终于又有一只男角了。超可怜哎、欸！他一讲，我突然发现对耶，中间出的全部都是女角。上一次是鬼童玩，鬼童玩就没啦、啊。一年多前啊，超可怜的耶。真的没事啦，他之后要一口气两只不是吗？好像没有要一起出哎、欸。就对啊，但是就是之后会有两只，所以不用担心。啊、我想到一个残忍的东西，什么东西？他们刚不是五种生物？嗯，你想干嘛？五种驯服的生物，想干嘛？哦，驯服的生物哦，它就不会动了，不是吗？哦，是不会啦，它们就好了。你是看进度吗？驯服的生物没有，它进度你会看不到，是隐藏进度、哦。我直接查维基。万来是安诺伊，这样会有点数吗？
他有点数，因为我刚刚上去看的，他是有点数，有点数我才去查的。好哦，去那个啊，怪物地下场放一堆船就好了。也是一堆人上船哦，你们看到一堆人上船？对啊，反正他们都坐在船上，五只而已，不是吗？不然你把他那个全部推到同一个坑啊？对啊，就一起啊。可是我觉得还是好麻烦。人放船比较快啊，毕竟比较难的进度了嘛，船快了点，船快了点，嗯。哎，没看过颜色的唱片，好，你要放哪进去？你是在地狱的吗？地狱的，那对啊，地狱独特的唱片，地狱的哎，先放来听。没看过地狱的唱片，它就是地狱砖那个地狱岩的颜色。哦，昂吉吉，昂吉吉吉吉啊，嗯。好了，杰克，轮到你了。哈，怎么了？怎么了？来了吗 ？Your time。怎么了吗？哦，又被吵死了。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这有什么事啊？可以睡觉吗？我只知道我最近狂拼拼图。我只知道最近要找你好像比较难找就是了。他不是拼拼图吗？对啊，你在拼拼图吗？刚拼完拼图。哇，四天的拼拼图，太厉害了！每天拼个三到四小时。我也好久没有拼拼图了。我也是很久没拼拼图了。这真的是拼完之后哦，不要了，这阵子先不要。但是你过没多久又会想要回去自虐一下。你会想拼全白的？全白很累耶，全白地狱啊，好好的，对啊，想到就觉得头很痛。我也是，这个超累的。还有什么3D 的吗？3D 也不是也更难吗？后来很多有的没有的。对啊，还有爱心型的什么鬼的，有够难拼。无限的，对啊，哦对，有无限的，而且无限的很酷哎，最左边可以拼到最右边。哦，对，最左边拼到最右边，就是最右边的那个拼图可以放在最左边是可以的，放得上去，就一直延续过去。对，它是一个地球的那个平面图。它既被捆了，被捆了。好，来捆。你看，看起来小蛋鸡嘞，我再回。蛋鸡嘞。好，我等你们睡好。我被揍起来了。来捆，来捆，来捆捆捆，哈瓦捆。好，跟蛙跟我讲，我宝上位。等一下，你快点，我已经被叶妹做三次了。哈哈哈哈哈！我叶妹带走了。有。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刚在看我的床，哎，然后发现我家怎么床不见了。我刚刚转头看到一个景象。因为我这不是我也养猫吗？对。然后他现在，因为他有那个，防咬、防抓圈、防什么圈？羞耻圈啊！对，我都叫他羞耻圈，但是他有一个证明，他不叫羞耻圈。呱呱。什么？我伊莎贝拉之类的吧？我记得。为什么？伊莎贝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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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文艺了。伊丽莎白啊，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圈，伊丽莎贝拉，伊丽莎贝拉是没有，伊丽莎贝拉是贝克，你确定是我吗？然后他刚刚一直在舔那个圈，我说他怎么了？他怎么一直舔那个圈？他爱上那个圈呢？他很好吃吧？没有，是因为他真的舔不到脖子，他只好舔那个圈。对，假装在舔到，就是隔靴搔痒的感觉。对，因为艾露有做过这件事情。哦。我刚刚到底讲什么鬼话？伊莎贝拉，伊莎贝拉，还有没有什么安布雷拉之类的？安布雷拉，安布雷拉，安布雷拉圈，妖秀雨伞圈哦，听起来哦，不是有那个吗？有一首歌是 A 啦 A 啦 A， 哎，你透露你的年纪了，我觉得。啊，我不知道玩什么，雷哈那首歌。雷哈娜的一首歌，没有，这就是没有在接触这歌而已。这首歌是真的很久了，没错。贝拉，贝拉，贝拉，我记得他那个 MV 是这样，他是玩那个泼水，噔噔噔噔，然后我记得有人拍，就是拍那个不是那是扭过水吗？是直接被水喷的整个脸。
行，我觉得我每次只要想到有人被水泼到他那个脸很狰狞，我觉得想笑。很过分耶。你说像过分那个奇思的那个实况组吗？那个2020那个最佳画作，对，那个真的好可怜哦。他只是想好好吃炸鸡。对啊，没想到他没想到这样子引起爆红，真的。他后来不是还有很多意外吗？比如说牛奶倒到杯子外之类的。我就没看到了耶。后面就是他刻意的，后面就还好，对啊，对，偏刻意啦，看得出来。对，所以除非他是演影帝，不然其实都看得出来。你看阿贝拉，阿贝多，这样。原来是、okay. 原来是那首歌，原来我刚听不出来、欸，你们刚唱的我完全听不出来、欸。那你刚刚有没有以为是什么？我刚听不懂啊，我说我在查，哦，就是哦，原来是个东西。刚从他的 A A， 原来听不出来、啊。后面就直接就 Take My Umbrella， 贝拉贝拉。不不，我在查唱英文歌，我们大家唱就是A 啦 A A A， 对对对对对对对 ，A 啦 A 啦。我好痛啊！我的天哪、啊、！Oh my god！ 都是用哼的，不是吗？对啊，差不多吧。外文歌不是都是这样唱的吗？对啊，下次人家要唱什么？什么？谢谢谢谢来姐，我都是你的名字吧？是一样吗？哦，我也。这些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严重怀疑你们在唱歌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狼在追你们？我的天哪！哦，原来是狼人杀啊！就不对自己不熟的语言就会嘛啊！就算对自己熟语言，好像也是一样，差不多了。跟他差不多呢。哦，那对自己不熟的歌吧？啊？只要是对自己不熟的歌才会这样唱吧？对啊。那个 key 对了，字错了没关系。对啊，没关系啊， key 对了就好了。什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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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喂，喂喂喂喂，雷梦嘛，对嘛？哎，有听出来吗？你看，没有，是听到拐而已就知道了。拐，那是唱歌高分的秘诀。对，我让大家抓到你的关键。完了，等一下他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个听懂，这个听懂。啊，你说因为你有拐吗？我之前看那个兄弟他们在唱，然后一个男生在唱，另一个人拿了一个是木棒还是什么垫子吧？枕头，对对对，枕头。还说打他踢他枕头，踢他的肚子。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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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超痛，那个超好笑的。你记得是那一个频道，然后有做什么很痛，然后不是不是另外一个口琴吧，口琴是口琴是另外一个哦，嗯，东吴，他们真是一个自虐频道，我以前蛮喜欢他们那个频道的，啊，现在怎么了？结婚了？没有，不是啊，跟那个谁一样，不是结婚了他就不追了吗？对，林依晨哦，哎呦，你怎么这么清楚啊？你上次讲的，你还把林依晨跟那什么王心凌搞混吧？还是谁不是吗？哎，你很多。他上次圣诞节布置的时候啊，我们在聊的时候啊，一个是与爱的秘密，我想一下嘛，那是杨丞琳啦，杨丞琳，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结婚的是没错啦。对，我讲错了，抱歉。与爱的秘密。完了完了，我丢母汤母汤。那、啊、为什么还会有人讲邓福如啊？等下那又是另一个人。阿福是哈记之前喜欢的、啊，的确以前对喜欢的。哦，是变成人气后就不行了吗？原来如此啊。对，还是你是变成人气后反而看了他另外一个？等一下，我对不起对不起，快死了，对不起。变气的，你知道烧东西而已。他在我面前丢东西，我砍了他两刀，快把他砍死了。啊、你应该要再不小心再多砍一下。你烧东西你、啊，烧东西错了吗？你被我看到啊，而且离水池这么近。我每次丢进水池，我直接丢进水池就打我，把我打死了。好，找时间去挖矿。哎、欸，这个啦。哦，好。
等等等等等，白天白天，我知道。我刚刚罗伯再唱再唱一次，再唱一次 Umbrella。Umbrella 吗 ？Umbrella A A A 只会这样，啊，只会 A 就好了。不是啊，这首歌其实也不就是 A A A 吗？白痴哦！啊，有啦，啊、我知道另一首只要摸摸摸摸就好了。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嘞、欸。我在这里讲哪一个、欸？你知道吗、啊？哎呀，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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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摸什么啦？啥啦？道具？你知道吗？那个已经十几年了、欸，哇，那很久啊，我都透露年龄啊。你知道吗？那个是我们大概国小、国中的时候，是哦，哪有那么小？哎、欸，他有啦，他有啦，他有啦，你有啦，你有哎、欸，我有啦，我也有啦，对啊。好小、欸，作为一个很常听英文歌的人，我觉得头好痛啊。那阿旺来示范一次一首，来来，你可以示范一个，你示范一次那个摸摸，稍微哼一下，搞不好我们会猜到啊，对不对？因为我现在就是脑中没有歌啊。哎、欸，我们刚提供很多哎、欸，对啊，就是歌都知道，可是要唱的话，那个旋律就会想不起来啊。哦，摸摸摸摸。哎，不行，我觉得这样子好破灭我。我心中 Lady Gaga 的地位不是，不是啊，还是你可以学奇木比较唱英文歌。那你是说？可是说在他这个唱腔我超爱的、欸，他很棒耶，很棒耶，说把影片都快看完了，就是、那个唱完真的是喉咙要先送医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很赞耶，对啊，笑死对，你把那个保留，那个真的是心情不好，一听心情都好了，笑死。你是刚唱完是不是？我刚叫，刚跟着叫一下不行了，喉咙有点。没有了，那个等一下我们叫一壶彭大海来喝。大海是开嗓，开嗓，开嗓，开嗓。彭大海你知道是什么？啊，我不知道，我就是唱、那個、唱那个好乐迪，唱 KTV 的时候都没有那个，对，保养喉咙用的。保养喉咙，为什么叫彭大海？啊，他就叫彭大海啊。海啊，你为什么叫熊猫团团？一样啊，不是，不是彭大海是物品人还是什么啊？他就是饮料，他就是饮料，不是啊，饮料叫彭大海，这个就很像在菜市场会常听到的。哎、欸，那彭大海要不要过来一下啦？所以其他名字是彭大海，好喝到没铺茶嘛？我刚刚真的是瞬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彭大海茶、欸，哎，真的有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没有在开玩笑呢。是一种草还是什么？对对对，是因为彭大海发现这个草，就说要叫什么叫彭大海好了，知道吗？超费彭大海，对啊。这个 KTV 一定会点来喝啊，真的假的？我可以啊，可是我不喝哎、欸，它太甜了。我觉得对啊，它甜甜的，怎么会说是保养还是开嗓什么？我说很甜的、欸，那个吧，那个什么京都念慈庵之类的一样，保养你的喉咙，对，保养你的喉咙。而且种子可以冲泡饮料，然后功效是解毒润肺利喉，然后长通便，好酷、哦，喉咙痛的民俗疗法。嗯、哦，这不错哎，我都喝口水而已啊！我那酱油是那、啊、你们唱了那么多歌都没有去点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去唱 KTV 什么奶茶、红茶、可乐 啊，就是我去 KTV 都是当把费吃啊，我没在唱歌啦。原来是去吃东西的同学、啊。对呀、啊，我是去吃东西的，吃饭菜，吃饭菜，吃饭菜。对，那我觉得现在 KTV 好像都改成是要不像新剧点亮，就是先外面吃完再进去唱，要么就是你吃的东西都要单点，很比较少那种吃到饱。现在这个时期也不太好。现在这个，因为我觉得 KTV 慢慢在那个转型的感觉，
钻石。OK 啦。我想说你要学那个。眼睛。哈哈哈哈哈！雨月，刚刚雨月竟然想唱歌哎，这样子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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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月想唱歌了，雨月想唱歌，该大家去唱，走走走走走，唱歌走走走走，等下你们可以去唱歌，三个可以开包厢，可以。哎，不要不要，我现在夜唱很便宜哦。对啊，所以波波你等下要上来嘛，对不对？好。哦，好好，波波。有啊，我不会有。对啊，为什么会没有？那今天礼拜一，有你在的地方怎么会没有包厢？对啊，你谁？还拿阿妹？包厢？你还拿阿妹吗？对耶。哎，那你要不要唱一句？唱几句啊？台南阿妹。你这样，他等下总道歉的越来越多了啦。哦，哎，我们今天说不定就可以来个那个台南 A 妹。你要 A 吗？可是第一个眼睛痛哎、欸。台南阿门，台南阿门。是 A 妹，然后今天唱完变阿门。对啊，你出来变，出来变阿妹。可是还是你要一次 fit 两个，你可以叫 D 妹，就是。哇塞！好累哦，一次得罪一堆人，反正都得罪了嘛，一起嘛。你可以还有酒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九对，那是九滴啊，那不是三九滴？你可能只是九滴，三九滴。那个第二后天要开那个反省会哦。你是说我等一下就可以来开了，准备开饭要到的。今天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些话？对啊。哎呦！你们真的很有趣呢。看你在敷衍哦。没有，怎么会是敷衍呢？嗯，是哈，是哈。是啦。我刚才好白痴，好想揍我自己，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了。Lina， 我找时间要去挖一下矿。你刚刚说 Lina 还是 Inna？ Lina， Inna， Inna， Inna。哦哦，好，你不要让我吓死。你们有知道 Inna、Inna、Inna 这个东西吗？我知道，现在很少。现在就是那个。Michael Jackson 是吗？不是，是印度 Michael 吧？印度 Michael 吧？印度 Michael， 印度 Michael， 我喜欢的 Michael Jackson 的，哇，那个差很多。前面你会吗？Oh my god！ 前面不好听。不行 ，Bobo 的认人能力真的是太强，太棒了。因为你要先吗？你是打什么？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打？我觉得一起打有点急耶。好吧，我的是，可是雨月很强哎、欸，我是高伤害的、欸，我们都打高伤害啊，对啊，这样吧，都这样子。你看、哦，这是我跟杰克在打的，还是那更刺激的？我的是会多这一片啊，哪一片？多这一片，哇，这么痛啊、哦！对，哇，250多是可，可是这这样人太多不行啊，太可怕了。好好好好，杰克等我一下，我拿喝的。哎，雨月聊先。好，我先来偷看一下。感觉他那小庞大海。雨月先唱。小庞大海。庞大海，你要不要先唱一壶？啊！雨月开启了包厢入口。他开启了包厢。你要告诉我们是哪一间包厢啊？不然我们进不去啊。就我们两个去的。你要写留言板。船上就看得到那个煎包箱，他可能门现在是锁着，你要等一下。现在 KTV 有实名制，就是要那个，当然要啊。看电影也有吧，我记得。看电影也有，现在疫情现在什么都要实名制，对啊，现在都是。你只要是那种就娱乐场所，好像都有。然后包含去看电影的时候，你电影的期间你全程口罩，他是说全程口罩都不能拿下，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不管。我看是会有人把赶出去。我看雨月没扣血，他引爆。其实雨月已经断线了，有没有？啊，没有啊，完全不扣血，好猛哦！弓箭不痛啊，
最痛的是蜘蛛啦，我觉得。对，帝都，因为他在跳扑吗？我想问一下玉，他跳没扑吗？他跳扑，除了跳扑之外，他的本身伤害我觉得也是比较痛。哦，整理箱子，原来如此。哦，好痛，好痛，好痛！有伤害出来伤，哎呦，哎呦，哦，这个咬个两下都三下就死了，欸。对，你的肉被掐到，欸，哎。那我想问一下哦，玉髓的东西 是用玉髓修啊？玉髓修？没哦，因为我发现我的剑没有修复，你去复个修补不就好了？就弄修补就好了，弄个修补去补经验就好。哦，还好还好，因为我想说怕那个，因为我这把已经是 不死克星五跟锋利，怕不能复下去。哦，可以，还是可以，左边可以，放左边可以。不行哦，啊，骗你的啦。哎，真的吗？真的不行哦！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记得好像可以啊，怎么会？应该可以吧？啊，好像可以吧？哇，强烈！我真的不懂哦。应该可以吧？我记得应该可以吧？我记得可以啦。好不缺你一群人了，我的天哪！应该。我是有这样的人啊，他说这样子可以啊。你到底要在自己脚要铺多少台阶？请问，真的有这样的人？没有，我只是在就是有些东西那个聊天室回的时候。没有，他就我跟你讲，我说可以。对啊，他不止这样，他还会很坚定的语气说：“哦，我那就可以啊，绝对可以啊，我跟你讲，一定可以啦。”然后不行的时候，不行的时候就哦，我只会哦，不行哦，哈哈，好奇怪哦，可以耶，我乐器啊，记得以前可以啊，对啊，去你还是改版的时候改掉了，好吧？偷偷改，偷偷改版本资讯，应该是改掉的啦，以前是可以的，以前是可以的，真的，以前是可以。你们希望主自己版本资讯不看，跟我屁事。哎呦，还是凶哦。是，你要这个还是这个？时间够吗？啊，四十八秒哎，四十八秒呢？不是，我是说啊，两块其中一块。白痴哦，你每次都这样吓我。但这个啊，好，挑战看看哦。两分钟的吗？两分钟，两分钟要打完。好啊。那这样，欸，我盾牌，你要拿我盾牌吗？好啊。好，我去拿。哎，你们打这个很极限哎。他就喜欢刺激啊。哇，你是对一个刺嘞，刺激，快，我要被毒死了啦！救命啊！好了，来了，来了，你，我没有把刺，我刚，哇，这边很刺激，那边刺激，哎呦。宁愿等我一下，等一下啦！打雷声好大声哦！哦，打雷，打雷，快去打雷！遭天谴，遭天谴，我遭天谴，我遭天谴！啊，带带带带带带带！那你等一下，我在制造空间，等一下！啊啊啊！困住啦！原来是你，原来是被自己困住，是不是？啊！哦，他还会传送哦！会啊。你什么时候学会传送的？啊！好了，他可能吃安德吧。哦，这打雷好久哦。对啊，对雷看雷看久了，太过分了哦。哦，不行不行不行，我这小菜逼吧。啊！嘞，嗯，好了吗？他头上有个闪电风暴，在那个烟里面就一直打雷，一直打雷。哦，对，好酷哦。哦，那你们的打雷声。怎么传到我这里？超大声，超大声，我耳聋了。算了，我要硬 A 他了。A 拜托 A 啦 A A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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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B B A A， 我是 He B。什么？好冷呐！啊，有没有箱子？No， 我吸到瞬间，空气瞬间，只要我不尴尬，还是尴尬的片尾。对，不会是我，没错，他最后面没有比我尴尬的人了。我还跟你说你哪里哪里哪里有哪哪哪，哦，我的天哪！
还有何巴纳乌娜娜，完了，完了，哥你要气死了！我的天，突然变得好健康的一首歌。对，就是何巴纳乌娜娜。啊！拼命输出，反击！啊啊啊！哎、欸，你知道他们自从就是他单飞之后，他们的团体没过多久就解散了，就是那个 Havana Unana， 真的假的？好啊，对啊，这我也是挺意外的。就单飞之后就哦好解散吧，不是团体大部分都是这样吗？单飞就是解散哦，没有啊，单飞不解散，但是。就是名义上没有解散而已。对啊，实际上，嗯，实际上，我打别字，我打别字，活动什么的都不会在一起行动。对啊，还不来得及呢。这好好屌哦，反正有好屌哦，300颗，百颗，哦，真的很紧急耶！我刚是几秒？17秒吗？20秒，20秒，都20，这很压底线哎。怎么有一把月盟搞的是？月盟，为什么月盟？我问一句，那个什么东西？不是你太跳了吧？不是，我是四四，你真的很跳，四四。你下黑笔，下舍利娜，一下哈瓦那，还月盟搞？你为什么会有搞？你被蒙到了吗？应该是之前不小心拿到的吧？哎、欸，你的盾。哇，那私吞你的稿子，真的啊！你是不是该告他了？该挤他，该挤他，该挤他。你是不是很想看到血流成河？对，我想看到血流。你是想看到血流成河？你自己的血。你们打我一下，我就差不多要去了。要去唱歌了吗？哦，哇，好快、哦！我就要去唱《巴拿鲁亚》呢。玛利亚，玛利亚也是很久的呢。那首歌也很久一段时间。所以玛利亚啊，那个是一个整形妹的一个电影。对，这首歌蛮好听的。丑女大翻身那部。嗯嗯。为什么刚才想要 Tipasi 什么什么 Tipasi 都是 Tipasi 都？对啊，为什么想要这个啊？还是同一个？应该不是吧？是一样的吗？我们有请。阿旺来讲，有请阿旺来唱一首。你说 Despacito 是不是？对啊，跟你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吗？ Despacito 不一样，那个吗？哦、不一样哦。记我家好了。啊？怎么？你怎么又突然蹦出一句？我们 Despacito， 然后什么？你叫做什么？他说他家盖好了。他家盖好了。你家。有哥哥，我的天哪！这么快、欸！哦，那一首是什么？绿豆洗头是不是？哈，绿豆洗头，绿豆洗头啊？不是，他的空耳什么？哦，拿来洗头那个什么？那什么？我觉得阿旺快气死了，他一定要气死了，他一定要气死了。我晚点贴空耳给你听。常听英文歌的都要气死了。哎、欸，可是我前阵子真的还蛮常听英文歌的、欸，可是我后来就没。嗯，我也蛮喜欢听的。所以你都在听这个？直到我就是超级。仙击球丢到神兽之后，我就没再听了。哦，你说嘟嘟嘟嘟嘟嘛？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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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可以再来试看看，那会不会还有这个机会啊？啊，哎，哎呀，我们的包包同学房子盖好了，我们大家可以偶尔去参加观光。好，我会带着 TNT 伴手礼的，我带着岩浆伴手礼。真是太谢谢你喽！我会带着效率搞过去。效率斧头没有，他效率斧，他家可能要效率斧哦。那混凝土好像蛮多的，好像稿子也不错啊。他砍了十一年，小心他。啊，怎么到了？到了。
就是五冲六而已，五冲六，五花五花还是五花这样子，还蛮低的。不行，我刚刚以为他就要讲五花肉，五花肉，五花肉，五花肉啊，那个五花肉错了啦。我那个生气啊，我五冲六，我从来没有这么成功。有啊，有啊，现在。哎、欸，你们有要混凝土可以来我家拿，我还有好多。你说挖吗？哦，他可以挖那个。哦，有了第二只鸡。这个岩浆是不是要先收起来啊？不用啊，我现在是把那个下面的那个开关关起来。哦，白痴哦，到底是在干什么、啊？嗯，在雷亚彪彪。哎呦，那是唯一一把玉髓剑呢。啊，怎么了？你扔掉了？爆了！爆了！他爆了！对不起。我以为爆掉了，要做了什么程式？剛剛爆掉了你要玉髓剑哦，我看一下我多了，我好像都是技能剑比较多。对啊，你不是都冲冲？你需要玉髓的话，我的仓库还有、啊。哇塞，原来玉髓你要储多少？不是啊，因为转如果有在转转蛋就很多啊。对啊，去玩扭蛋啊。对啊，嗯，你钻石那么多、嗯，对不对？你可以用钻剑升上去啊。现在不是有升上去？我要先冲一下。你可以去地狱用炸的啊，要、哦、用床炸可以。啊，自己小心不要死嘿。然后哎呀，就自己死掉了。那地狱唱歌。Hello，Hello。哎，我们是几点？九点还是九点半？九点十五。好。啊，好笑！什么意思？小的？什么意思？小的？没有小物，我另外一只鸡是大的。哦。你看走的那个洞在哪里啊？加151。啊，你在跟我讲话吗？啊，对对对，你就是刚刚不是有两只鸡的洞，这个吗？那个我只记得在酱油家。我看到，我看到，哇，剩一堆蛋呢，三颗蛋。我刚捡，为什么捡不起来？哦，哪一个？这里有洞、啊、哦，对耶，为什么这边那么多鸡？有一只鸡是我的宠物啊，有两只是，也是一只不知道为什么走进来的，然后另一只是退休，那个交配，对，哇，交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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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女交配，对不起。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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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等一下，我下意识的，对不起，我没意识到。没关系，开这个模式要开起来啊！不是，我们要抵制黄标霸权啊！跟小。我的天啊，太危险了，做自己，我好怕哦，我害怕，我不行，我也很害怕、啊。没有，我跟你讲，我自己喊，我自己也会怕啦。不是我说的，不是我，我去找那个说的人。欸、对，这边怎么生一只女巫啊？打他。打他！别打他！别打他！你先去接任务啊，有女巫任务不是吗？是女巫要丢啊！哦，他是啊，哎，我把他装起来，装起来，我去打，先装起来，去打，去打。等一下，我家是，你在丢我吗？你要多少钱？他在丢超远呢，他丢谁？没有没有，他在丢前面，不知道丢什么。对呢，好近上不去了。我家出现流浪商人是。哎、欸，把它关起来，然后把那个羊驼牵走。他晚上会隐形，晚上会隐形。把它羊驼牵走，然后你再把那个流那个什么不是流星商人啊？流星商人，流星商人杀掉。很浅哦。这个啊，你自己做成是。你就飞旋呢？他很飞旋呢。他有热带鱼桶哎。哇，那一定很飞旋。哇，那边很热哎。这个是2021年那个是年初最夯最哈斗最夯的东西，你怎么在这里啊？嗯，但黑斗现在会有人用在外面啊？我在外面，可哦，我只是把你们主人杀掉而已，气杀毁了。他是该生气没错啦，对啊，他还狂吐猛吐，我吐到久，你就让他吐到他爽为止，他就不会吐了。
吐到他手上。不是啊，你打了干嘛吐我啊？跟我什么事啊？我把直接带阿黄家。不要闹啊！他刚刚在我家二楼出生的啊。那就很正常嘛，回友啊。要带去哪？熊猫馆吗、啊？之前不在熊猫馆前面吗？对啊，对啊，熊猫馆前集合。羊驼兔女巫，阿卓上车，哇，哭了，完了，尴尬了。Let's Despacito， 他们两个要互相伤害到死了，是不是？打不到那个啦。哦，哎，那女巫手劲很大，又、就是、超。好了好了好了。那是铅球魔手啊！你那口水也是很远啊，很扯哎、欸。哎、欸，上去啊！啊，他的牵绳呢？牵绳呢？在我这，救他一下，在我这。啊，我这边还有牵绳。啊，牵走，牵走。好好。爆掉！不要碰到我的猫哦，这两只小心。套装是10%哎、欸，我的天哪、啊！冲啊！啊，几率只是数字而已啦！啊，你，几率只是数字，这个嘛，他都写给你看了、啊，他都要哭了。波波，你今天不适合啦，你就改天再聊再冲吧。没有啦，我觉得 Bobo 因为呢，他知道你是上跳歌手，但你刚刚都没唱歌，你要唱那轰隆隆隆、冲冲冲冲嘛，对不对？哎呦，对不对？该唱那个哎呦，哎呦霸龙。哎呦！原来我已经转身成唱跳歌手了，你都不知道。对啊，你是嘻哈 rock 呢？rock， 最近听饶舌比较多。哦，真的假的？哦，我跟你讲，我大推那个新人，这个 Megan， 梅根超棒。Megan 叫对，他就是之前我给你们听那个，他开头是哦。啊来五六七八，对对，需要个拍子吗？五六七八，哎，帮我来一个 key 哈，来，上首歌是我怎么让我唱啊？哦哟，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首歌的 key 还要你唱哦。Get ready go， ready set go， set go， 哈，哇，很吵啊，哇，放烟火哎。欸、他吐多高啊？他吐，哎、欸，他好奇，分超高的、欸，啊，哎、欸，团团家的屋顶吧，有4层楼高，强哦，我快摔死了。因为我们在看羊驼可以把口水吐多高，真的，很猛哎、欸，哎、欸、，Ready Set Go， Go Go Go，、哦、是我吗？对啊，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好奇，你刚刚讲的是什么？对啊，不是真的很好奇，你知道推我们入坑之类的吗？是这个每个人 不喜欢的不一样嘛，对不对？啊，不是你们，我以为你要说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喜欢的不一样啊，对，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喜欢的不一样，对啊，不喜欢的一样就蛮强的了，你要唱出来我才知道啊。不行，我就觉得很像那个时候讲出来，讲出来，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情。讲出来，讲出来，说出来，说出来。你不讲哦，好来，妥协了吗？你刚说好了，那请。啊，五六七八，唱完。你看，我都放飞自我，在乱，都在唱了，对不对？对啊。是你想吉诺比奥。你要不要请人代冲、啊？完了，唱歌交给业障啊！你要请人代冲啊？对啊，每次甩出来的就是90，我已经哎、欸，那个 Bobo， 我帮你代冲啦，好不好？好，我帮你来，我回去。哎、欸，
欸，我属性都弄好了、欸，哎，来，我帮你抽满，你等一下，你等一下钻石跟那个给我，我帮你按好了。哦，女巫路过还丢了我一下那个药水，我大傻。他会丢所有人，那个就是那种女巫在净化人的圣水之类的啊。祈福，受伤代表他是祈福，圣灵保水，人家是以毒攻毒啊，以毒不回，以毒不回。啊，我这个女巫，为什么你们会有人？有点解任务，自己去解。OK， 对啊，什么任务啊？我就是用伤害药水丢死他，还有什么？苦力怕炸死的。用伤害药水丢死他，丢他死了。对，杀两只，跟那个。苦力炮，不能先砍他哎、欸，然后直接丢哎、欸。对啊，丢到。那我姐看这个。好啊。小雨，那是你要吗？还是他没有啊？他就没有啊。他就那我拖去，我拖去。女巫你也要？对，我要哦。啊，缓速啊，不就很厉害？走。哎呦喂！哎呦啊！哇，我是移动炮台哎、欸！你上不去了，你上不去了。你现在坐在船上，他反而丢不到、啊。你上不去了，好可怜哦。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外面或墓地。你这边丢就好了、啊。你往这边走啊。我先用活塞帮你啊。可以。你想干嘛？你走开。我想看你在干嘛、啊？不行，你要偷袭钻石。我等一下，钻石。哎，对，那个Bobo，你有稿子要还给我。稿子我放在你家。哦，好。这个我是不是也上不去？对、啊。好了，船来了。等下跟着爸爸。在马上。有爸爸。他自己读到自己。来，你给我钻石，我来帮你冲。等一下哦。究竟会不会？我要去看代充现场，不是啊，不用电的、啊，你也太多了吧？好好好，等一下你那个，等一下，我把我剩下的所有财产都给你了。你好，没问题，谢谢。你不是用不死克星吗？对、啊，我就是没有不死克星了。哦，先附魔，先附魔不死克星，再抽风力。我干嘛？你还有不死克星的熏蒙？我们都是直接附，把洗掉直接附。对啊，洗掉附魔去附魔，对，不用输、哦，就直接去用剑直接附比较快。嗯，团团你要等我一下啊。哎、欸，对，我想在线，你可以当做没有这回事，然后就走掉。那我会一告中伤法、啊。这谁的钻石矿、啊？我有两个不见了。在这里，在上面。哦，我等一下拿啦，等一下啦。在线的。你知道现在地上，我刚要往下传的时候，我想说，那地上是什么？我还传回来看。对，我丢给你。哇，他看到钱的感觉。其实不是说我刚刚看到的坐地板的。完了，我要去洗澡。是啦，我要去打一下经验值。我怎么声音？我要个机会。我充几把爆了、啊，三把了吧？第三把三把啦、啊。嗯，我的天哪、啊，我的头、欸！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走了、欸。毕竟没有了，是拿到东西了哦。太坏了！我不是这样的人。对，是这样的。我不是、欸、大好人。他发你好人卡、欸。对吧、啊？这能算发好人卡？哭啊！哭啊！接着考，我来解决。哦，船很胖哎、欸，船很胖。我说船，我说船很胖，不是船很胖。船很胖，船哦团，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啊，团。你那么的壮。这是什么对话？我的天！但有谁敢惹毛团团？嗯，我不好意思，我打他一下，笑死！等下叫你做深蹲，做100组，100组太累了，太累了吧？
来 ，Ready, Set, Go！ 一二一二，哎，安德来哦，这边好吃的。你那边应该是没安德啦。想知道为什么吗？都被我吃掉了。都在隔壁哦。啊，可恶！一只，两只，啊，可恶！在接什么？他在打苦力趴吧，十只苦力趴那个。对啊。哎，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是我徒手可以直接猫死苦力趴。一拳哦！徒手都可以敲死没有装备的人。杰克是一拳超人呢。那我觉得有一些是不是徒手打手的变很容易啊？啊，对耶，因为你的装备起来，可是那个也是因为你有充装的关系啊。对啊，可以啦，我觉得那是你的应那个什么应得的结果。但是不要拿来打人，拜托。那你是不是以后你在这里面的那个 skin， 你要那个头发都剃掉？光头，人家是女生，你不能这样。没有啊，也可以啊，这样变二零光头美少女，这样变二零啊，可以啦。二零，头打苦力怕，我以为你在讲那个二零，你知道吗？没有啊，二零那个传送的，对啊对啊，一模一样啊，错啊。哇，飞机起飞了！哎，金钟彩一个是十五块嘛？十五块，好，谢谢。哎，可以。拿团团的，那么拿波波的去买。我刚刚就是想说，我要怕不要用到他的钱，我要拿刚刚好去买。有了团团，我来了。啊，我要一路点到底，我不要用防爆卷吗？还是你要用？我觉得依你想法，依我想法，我就是直接按到底啊。好，那就直接按到底。真的假的？算了。好，来啦。杰斯克星三哦。Ready, set, go。Ready, set, go！ 哦，哇，再冲啊！才六而已耶，七先啊！哎，现在是六啦，六因为六是五十块。哦，对对对，嗨，波波，你觉得如何？这环要赚吗？我要剩十三赚了，没了。好，那就拜拜。好，还你。可以啦，至少有一把强力的武器了。你有封六了，你已经突破那个了。已经超越以前的自己了，对，超越难过，只能用锄头打死五只苦力怕，简单啦。你这一下就死掉了，用锄头。一二三四五，打完了啊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麦块的锄头的设定攻击这么低耶、欸，它是攻速快啊，可是攻击力很低啊，我就觉得很怪，你知道吗？超神奇、啊！它毕竟是农耕的东西，你知道嗎、啊、你要想，你被农耕东西打很痛哎、欸，那个也是很厉，不是吗？你说猪八戒拿的那种东西吗？对啊，要没错啦，伤害低好多、哦，是吧？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就嗯，都该打个石头。这个我解掉了啊！啊，它看起来超简单的，要垂直断轨。还有垂直断轨要建造一个地底云霄飞车，总长256个。地底云霄飞车，那你说，那你要先挖一个很大的空间呢？同时砍死哎、欸，也不用啊，不用直接藏在里面啊，也是可以啦，就两格高，然后放对啊放，这样做就好了。地底他也没说多地底耶、欸。就只要在地底下就好了吧，或者是有穿到底下这样嘛，你知道吗？哎呦，我看看，看不到天空就好。扪心自问，觉得这个是地底那个就好了。那不然那个啦，来啦，波波，我们的等一下我们先来打副本好不好？我们的游乐园计划该开工了，该来开游乐园了。今天我没去打唱片，你有唱片吗？没有啊，我当然是不会有唱片。那是必得吗？其实我觉得好像都行。我觉得没有也没关系。来喽，这边有 S2 啊 ，S2，S2。还是你们要挑战就是一般的啊？一般的。对啊，去租借装备就好了。对啊。我应该伤害应该还行了。可是防具的问题啊！对啦，旁边这一位不行，我不行。波波，我会借你啊。
要借我，借我全部啊！看你啊，你要租多少、啊？反正就手续费十钻或五钻啊，我就剩下十三钻。那那不用免费了，让你赚钱，让你赚钱。你打完就有赚钱，你打完就有赚了啊。哦，经商你呀你呀，没有，我们要先交易嘛。你打完就有了、啊，我把我剩下的财产都给你。没有，不用给，我都给你了。你要给多少？十三哦，三啊，没呢，他一三呢，快去赚钱。三呢，三大大呢。你记得还我就好，把被 Q 一下。那你，那我可以不要还了。哇，那我一定，我一定会检举，检举你。执法不公。我副手要放哪个啊？副手盾牌。嗯，五只就够了。哦，哎不对，抓十只对不对？那是几只啊？好像十只吧，我帮你看，我看。等一下，这把钻石剑是你的吗？杰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叫铁人，你自己的吧，我没有这把。嗯，我没有这把。怎么说算出事？好猛哦！我去看，好猛哦！伤害一定很高，我已经突破极限。哇、哦，790哦，是我的武器的七倍，快八倍了。拿什么？就我的整套装。哇哇，拿来砍你！哦、好近哦！还有谁要加加吗？在大平台，在大平台有缺什么吗？那我们要用什么团团？啊，这个可以用一般的打法就好，就攻击血量跟时间。攻击血量哦！不要吸我宝石豆。这个勾先生，你看这个箱子里，我是打算放这四个了。好，可是这51颗超少。OK 啊，你们是放，我这有速度啦、啊，没有啦，我们这次没有要全速度，我们没有要全速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杰克来帮我们制定。可是有波波在，应该可以高一点啦。你时间砍多一点，真的用不到那么多时间。好、哦，我是不是一刀一个啊？我一刀一个小朋友。那 T 三好了，你小心不要卡到团团哦。T 三可以血量。血量你应该一刀是四倍的一刀就死了，嗯，对，一刀的四倍，啊，这个大概两刀啊，就两，然后速度没很快，其实可以啦，对吧？好塞，好饿，哎呦，你不是要进去？不是啊，我在想有没有人盾牌可以借我，我盾牌要爆开，我还要多一张，我可以借你。好，等一下，等一下，哎、欸，啊，我现在没鞘饰，你可能要等我走路一下。废话，哪一位没有？哎、欸，我们身上没剑哦。啊！不要砍我！不要砍我！打！哦，我什么？非常不远！哦！我好久没有走路了，因为走路是这种感觉。哇！都在飞啊！都在飞啊！啊，不然我为什么拿那个鸟人奖？也是啦，对，也是啊，鸟人奖，鸟人奖。懒人奖，最佳鸟人奖。我痛！行，我要死了，我回家。TP 我 ，TP 我。他来补血，飞回来，飞回来。我飞回来，好，我过去了。哦，我要变成鸟人了。Round two。好毒！飞上来了，好猛。阿旺，这个。好，我下去。好，哦，一袋。对对对，放副手，你走过去就好了。哎、欸，还有谁没打副本吗？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还小瑶自己打，我打了，我打了。哦，那打了，我觉得攻击可以通一点啦。你们不要那么小看杰克的装，不要小看杰克的装。对啊，忘了装真的不好。我就拿着盾还蹲在旁边是吧？好了，那不然 A 二啦，好不好？不要 A 一啦 ，A 二啦。你看多，你看多很多，变95颗了。我们上上下下打，我们上上下下打，好、啊，走，给你按团团。哎呀秀，哎呀，我们有挑战过吗？我没有啊。
哎，又挑战啊，那个啦，他寄那个啊，又晚进来啦，白痴哦，团团忘了，完了，我跟你不要把魔线，这个我不打，我没现在没战力，对啊，宝宝单挑啊，宝宝我靠你了，你呢？我打我打我打，那你不要全自伤害啊，我觉得加速度还是不行啦，加速度太硬了。波波加油！加油！啊！不行，绝对不能加速，加速是差太多了。我打不到小僵尸哎！哇，团团，你上两个人下水饺哎！哎，打不到小僵尸正常吗？不正常吗？打不到。啊好，谢谢谢谢。原来这么痛！我以为我很强了。你要讲，但是对啊，量太多，速度太快。Oh no！ 这个都还耐久了，一半不见了。真的假的？嗯，可以帮我修一下。打怪是不是？啊，阿爸给我好，自己修自己修。哦，哇，最后一局，恭喜！哎，我还是已经挑战过，终于解完了。我最后在哪里找到啊？那个沙漠遗迹。哦，恭喜恭喜！奖品，拿了吗？我拿了二十颗。好好好，都看的。太难了吧？但是我觉得真的加速，要么全加速，要么都不要。嗯，团团还是不能打。嗯，像还是一样。我看看。好，因为我刚刚我去走，看到你有什么设定，什么变零，那个数字是零，对啊。零的转移，零的转移，我已经忘记当初写怎么写了。副本，下次来挖矿好了，矿好吃。你可以不用念出来。嗯、这句话你有听念第三次了。要弯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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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道。嗯，我的石头嘞？哎，我抽用完。钻进攻击山。三阶啦！噔噔噔噔，这也快到了。对，我是不是不然盖太大了？救命啊！你的屋子哦，慢慢来啊。女巫的丢是都有一个抛物线啊？有啊。嗯，好，在这里啊。干嘛？好厉害啊！没有，就是你今天有电水位啊！哇，上次也是小雨帮我电啊！到六连环的时候，赶快附一个，往上升一个，太神啦！我现在又来，再升一个，趁别人电好水位的时候来，水位电好了，赶快、啊、趁现在！那我是不是要来冲东西啊？对啊，水位被小雨用掉了哦，喽、嗯，小心一点啊、哦！用完了。了哦，这个打到一把剑，刚刚那个剑，现在 BOSS 掉剑率很蛮高的，都会掉不是吗 ？DG dog， 当真？哎，飞天有雨，很可爱啊！咻，哦，几率，耶，这应该是成功的。哦哦哦，你看来是补充到新的知识之类的。对，我在看你盖那个。他牛是不烂咯。好好丢药血行不行？啊，怎么有在盖天竺鼠车车？哎、哦。欸奇怪了，是不能盖哦。可以盖盖盖，我乐快盖，我乐透才被念过啊！这盖这个也不能哦。盖什么都不行啊！人头脸盖个天竺鼠车车都不行。这里好挤哦，走。
欸，我可以现在速度也可以跑很快了，开心。啊，会不会丢药水啊？你在捡？我看还是会呢。要唱歌了，死了，就是。哦，雪莉莉。哦，雪莉哦，哦，雪莉。你还是复合型的。对啊，复合型，这个剪掉了。哦，四十五颗。耶，雪莉。一手，这个好难哦！哪一个？你这个体同时杀死吗？半颗星，重点是半颗星的。我们现在这边的村庄会回血。啊，你可以先关掉那个啊！你在那个烽火台上面盖东西就好了。好、哦，对啊，然后看人家快解完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打开来。啊，你怎么多了一个半颗啊？哦，没有结束哦，要重新算哦。还有什么女巫的吗？女巫的就两个而已。使用伤害药水伤害两只女巫。嗯，要把它用一用。而且只能用伤害药水哦。对啊。你不能偷偷摸到他快死掉、哦，你是不是想这样子做？没有，可是他自己被毒过嘞，自己毒到受伤之类的、嗯，那就是他的问题了。不是你打他，对。哦，这箱子的东西就是哦，喵，可恶，喵，哎，可是我有电券耶，哎、欸，没有电啊，这被吃掉了。嗯，可以在家领的东西，被电卷，有电脑爆掉、啊。对啊，会不会是我电到那个啊？电到强率吗？电到旧的，你会电到唱片呢、啊？是电到旧的、啊。就是你装上去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下锻造资讯这边功能卷轴有没有显示。好吧，先看观众有没有 VCR 看一下 VCR， 因为我好像是盖，因为我刚刚因为应该说，我之前刚开始我们改版的时候呢，是好像。有问哎、欸，我记得好像问哈基说，就是哎、欸，那个防爆如果旧版的要给你那个吗？你就说好像说旧版的好像没差，没差， okay、没差，对啊，嗯，其实旧版也没差，应该是啊。可是我放旧版的就等下刚看看等观众讲吧。应该看。熊哦，熊，熊的嘞。那那把是什么的、啊？然后那把就是丝绸效率稿，对，哦，它只是个丝绸效率稿而已。也是陪了你很久了。这个真的是陪蛮久，是从第一季陪到现在。哦，有电卷啊啊！有滑手移到那个吗？锻造资讯那边有没有看到那个功能卷轴？嗯，我截个图看一下好了。啊，好喝，这个爆掉了，有点难陪啊！这个要创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有点难，真的是蛮难的。我一样的潜能就潜能有差吗？我没什么差啊，没什么差，挖矿而已。他只是挖矿而已，那就是父母一样这样子、啊。我看看哦，嗯，直接截图比较快。哎，我好啊，好新奇哦，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看自己的直播，这样会有版权吗？好问题，你这样收版权警告的。对啊，收到熊猫团团的版权警告。熊猫可能知道熊猫可能反应。你又在垫别人水位了吗？要是我自己垫的。如果你五冲六过了，我会很难过。他不是已经过了吗？他已经过了，再过一次的话吗？新的、嗯。再看新的这一把。五冲六过了，你变难过了，难过喽，是啦，水位垫血，哦哦，下次我哦、oh, 没有了哦，连续失败，你要休息一下，等别人垫完你再来，先塞进箱子喽，先封印喽这一把。
你是说刚开始卡的时候就有那个封印了，是不是？对呀、啊，封印之术。哎、欸，小雨，我想跟你借猫猫。猫猫？什么猫猫？正义猫猫。哎、欸。哦、嗯、哦、oh! 嗯，那个有我懂了，我刚刚为什么会那个了？他们说我现在哎、欸、那个什么那个他自己看麦块有截图，他说我那个是暗暗防爆没错，但是呢资讯是强绿，判断也是强绿这样。哦，这就是之前那时候我贴那个啊，对对对对，应该是就是哎、欸，那这样我其实也蛮神的、欸，你强绿爆了，我拿防外那个什么资讯写防爆，然后结果。结果用那个弄到是强律这样。对，一月底的时候有贴一个公告说有 bug， 如果有拿到防爆卷轴，里面可能是强律。对对对，要放上去看一下资讯，就是要对一下。哇，每一次再冲就好了。哎呦，我们那个45分的改55分好了，我发现题目没有很多。哦、好好、啊、好，我发现我没有什么下落，下落，下你下落不明了吗？着落的，我不知道那个名词，我突然没有什么头绪吗？头绪，着落了，没有什么头发，哇，真的变一拳超人了，哦，你要什么的毛毛？我想要那个，我要养虎斑。养虎斑是什么？这样我是要。所以，那、他是跑去哪？有了。啊，上御水稿吗？对。我是不是有多？跟回家。哦。啊，你要飞过来还是我飞过去？啊、你飞过来好了，我飞好慢。这个你自己洗掉，幸运山的。好。他不能跟你走、啊，有吧？没有吗？没有。哎、欸，那为什么还是我的、你喂的不是应该是你的？哇，你那个叫声，看来是断 combo 了。对，竟然还是你的耶。那就拜把它带过去。耶、yeah, ，谢谢小雨。刚刚这把剑，锋利石的剑，它三条攻击价值，我想说。有两条不是攻击，我想把它洗掉好了。结果我用两条剪下去，剪了两条都是攻击。哇！废了。哇，剑直接没用了。有啦，没事，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我直接哎重置算了，重来。从零开始啦。我觉得剪的这太毒了，不敢用。真的。隔壁不是更毒？天啊！隔壁在干嘛？啊，才效率五哦！啊，才效率，不是啊，冲很多哎、欸！啊，七，对啊，六乘七没有冲，好吧？没啊，好梦啊！哦，加油！嗯，再来！哦，有了，再来，再来！有了，变回了三条攻击了。是趴数还是数值？一个趴数，两个数值。哎呦，那而且他数值很高，还不错。再来，哎呦，不要再来了，不来，点了啦，我已经把他救回来了，不行，点了啦，有啦，我这里有一个这个啦，这个好像也不错啦。好，剪下去，剪了，这个不要剪吧，我就剪了，你会哭出来哎、欸。四条攻击，一个移动速度。这怎么剪都是剪攻击啊！你不能这样想，五分之一的机遇，它只是数字。你要想看，有人强力卷都爆掉了。对啊，那我帮你按好不好？我送你一个剪的好不好？好，帮你按了。你送，然后等你来，等我帮你按。好，来了，剪了。等，一等，好，等。哎，剪出来！来来来。真的够了，生命我觉得还行，对啊，多一点也是比较稳。来换宝宝，
啊，我来吧，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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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他记我来了。哎呦，没有，他没有腰，他觉得很害怕。当下的他自己很害怕，他都起来，他都起来。还有两，哦，你有两强绿，好多强绿哦。把这个剪了，我再来玩一次啦。来了，我来了，攻击，攻击，按下去，阿基里。攻击，好，团来攻击，好，按了，来，一二三，碎啦，给攻击，对啦，我跟你讲，运气没有那么那么多的啦，再来，你还要剪 哦，你要再剪，哦，你要再剪，真的，哇塞，二分之一而已啊，二分之一啊，那攻击速度，攻击速度有，还行还行还行，再剪，再剪，哇，你要剪到只剩攻击是不是啊？现在是三分之一的机会，这个三分之一就33%，就真的是，哇，真的加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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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真的死，这个好玩，这个好玩，阿牌放错了，等等等等，啊，防御。我没真的是死烂掉了、欸，我有一个啦，我可以送你一个啦，我可以送你，你可以修那个啊，重置啊，我送你一个真的，可是重置就不一定有两排攻击啊，对啊，他是有两排，那个19的鞋子回来了哎、欸，19对啊，鞋子过来了，鞋子过来了，一加一减嘛，防御好尴尬哦，对啊，防御超尴尬，你一定早就满了，笑死，哎、欸，其实我没有满哎、欸。那拿的刚好没满哦，哦，拿到刚刚好吧？那还可以吧？这半颗哦，啊，对，因为你是鞘翅啊，如果不是鞘翅，应该会满的。嗯，哦，哎呜，等下，你是说55分嘛？对不对？对啊，55啊。那55分的话，会是白天还是晚上啊？啊，白天。没错啊，10分钟后。白天啊，中午。哦，哦，那就好，那就好。嗯，白颜色啊。好，我去拿剑士。嗯，好，好。我真的觉得现在那个卷轴好重要，加攻击加太多了。什么卷轴？鼓励趴那个吗？到到30%、70%那个啊。哦，我已经那个冲了，真的是换了一片天哦。可是你加有留一个，但是还没冲就是了。可以冲了啦。个都还没遇到。那我去旅行商人、欸，没冲过。我没有打到过吗？苦力怕我有打到一个，但是我一直在想要不要。那几率蛮低的。他是狂打苦力怕都没打到。下去了。我也是。没有打。我打就只打到一个。你不是、啊？我有个70%的、哦。嗯，70+1啊，30+3。嗯，我的武器是30+4张，其他都没过。30+4张。是他12啊，加十二。加十二啊，结果跟他剑那把一样。对啊，我也是加十二。30，好难哦！很赌啊，很赌啊！我30好像过一个而已，而且额外加的东西。对啊，你不，而且你要，而且你想哦，70%角全过也加，顶多加10。我刚刚之前是有拿到一个30%，那真的不好冲，不好冲吧？对。可是他会爆掉吗？应该不会吧？不会、啊、不会不会，消耗掉。那就真的是还好了。对、啊，那就是额外的东西。欸、那防具是加那个？防具还没有做哦。防具没。好、哦。哎、啊，被卡住了。哦，是羊驼。羊驼。拉回来。正常招呼。啊，要去找苦力怕打嘞。羊驼为什么是？羊驼。羊驼。哎、欸，这女巫可不可以打？她绿绿的。真的假的？他只是自己中毒，那个是跳药药水还是什么的 buff？ 哦，好吧，就牵起来了，啊，就牵到熊猫馆外面。好，是，嗯。那是说团队那个熊猫馆是几号开始？哈，你说我的那个熊猫馆？那个熊猫团队？哦，那个哦，那个其实4月底5月初是一定会，但是详细时间我之后再公布啊。好，哎、欸，没错，居然变成熊猫馆啊，不过确实里面是真的会有会在墙上看到熊猫啦。我以为想这个，我还以为说会有熊猫。哇
我当熊猫啊，不定时出货啊。哇，这个事业做很大哎、欸，熊猫都还把熊猫牵过去，然后直接准备要被那个国家罚。那超贵、欸，感觉假如真的有了。是真的蛮酷的啦，可是应该会爆炸啦。我记得那个的饲养费好像一个月是不知道是几十还是几百万在烧的，超贵，贵死了，死团团。没有啊，你就做个橱窗有没有？然后你自己坐进去，你拽一个吗？哎、欸，我来看熊猫团团的，我站在旁边这里。啊，那个不可以有闪光灯哦。啊，怎么团团在睡觉？啊！哎、欸，我看到那个血流成河，然后我钓到一只熊猫团团了，哇！笑死！在那边危险，在那边危险，打过来，去收个鸡，打一下。在那边，你差点就要被怪咬了，你知道吗？没有，我就是要故意等怪来，我要打他。怪物哦，有了，他找苦力怕造哦，赶快买造哦，你喜欢买造哦，然后渡掉，这种小渡尾掉呀，咖喱公是干巴龙，耶，生两只小鸡，之后会新增一个东西，哎、欸，哦，那个重置死了啊、哦，嗯，之后会直接贩售，用贩售，耶、yeah! yeah! oh, ，变种鸡。你好帅！有十颗钻，十颗钻我觉得还好啊，还行啊，还行。你想想，我跟凡心今天打那个副本300颗，我可以直接买30颗哎、欸，一定不会是钻石。我以为你要扛宝宝出血，我觉得是压代币吧，怪的币值。嗯，神奇币，遇水定，搞不好商城你也不知道。遇水定会上城吗？上厨子吗？这样？哎呀，对啊。好像那有没有掉毛加倍券？你要自己充掉就没了哦。对呢，我掠夺器。拍拍战，找我拍拍。对，掠夺的话会影响苦力怕掉那个的几率。有，我砍的很有感。哦，真的假的？掠夺有差。我刚刚五分钟砍了30%。哇！该充一个掠夺剑了哎、欸，是啊，充啊，该充了，该充是垃圾蛮多的啦，这样火药又一组，没事啊，火药可以分给大家做用，马上开充哎、欸，马上开充，哇，直接开充，效率密封，掠夺最高可以到几啊？十，一样十，对啊，一样到十哦，哦，大坑，我那时候是拿这个去打那个啊，什么？来，三叉戟的任务，是团团打不到哦，五之后超难冲的哦。哎呦喂，阿凡进，你那把目前是强绿下去啊，强绿了，强绿了，强绿了，强绿下去了啦。哦，这把我真的还不敢冲哎、欸，我这把冲一死哎、欸。为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拿另一把弓、啊，就拿备用剑去打，就是刷书这样子啊。嗯，啊，有一把就是输出剑这样子，专门打副本打什么的时候拿输出的，另外一把就是专门拿来用掠夺的。你有一个打，还有掠夺死，同时打宝专用，很爽哎、欸，那感觉是一种爽感哎、欸。不用换武器这样子啊？对啊，你像我现在输出一把，然后吸血另一把，太。哦，你已经分两个嘞，那你这样之后要变三个。啊，干嘛、啊？什么、啊？怎样？我捡到石头，它突然变成有。安布雷拉。安布雷拉。对。去找那个歌单，然后气死阿旺。广告，播广告。歌单。看广告。是说我最近看那个那种有一些那种麦块在研究那统计学的，他们研究出一个方法可以直接挖到钻石，是真的假的？就是你如果在沼泽区还是哪边，然后看到那个泥土嘛，不是泥土叫什么粘土？粘土，你从它那个边开始算，然后往外六格，然后再往下挖，然后还有它有一个
么条件是什么？好像是在同个 chunk 内吧，往下挖就会挖到钻石。哇哦，所以很黏那个劲哦。这个到时候我一片贴贴，我贴贴我们那个我们这边聊天室。好好啊，只是英文我听不懂，我希望就是会有翻译，到时候会懂翻译的。嗯，好酷哦。嗯，因为它真的就是影片，就是打开来好，就是直接创造一个世界，然后去找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嗯，点六格，然后就往下挖，真的就钻石，而且挖了三次都钻石。白痴哦，白痴哦，白痴！好扯哦。哎，那这样，那照这样的理论，如果之后，比如说你玩月奇士刚好有幸拿到那个生态玉的话，就太好找钻石嘞。对啊，这个有点恐怖哎，老实说。大家都是钻石大亨，这样以后就变成是月奇士，就看到那几种地形都要先思考，先抢。大家在上面就会先打起来了。对啊。啊、你要从这里下去是不是？我不准，先过我这关，挖掉，把这面材质换掉，把这面材质换掉。怎么了？没有，我不是刚刚说在找歌单吗？不要点下去，点太快了，然后不阿辉，阿辉，五十五分啊！好，是师妹，走走，讲台课吗？没有，那个下面大风吹是不是？点他椅子，点他的椅子，点他的椅子，他椅子。哦，你在干嘛？有那种像大风吹啊？你要有四十帧哦？对呀、啊，没有，我在乱顺。啊！我快顺回自己位置，然后等一下，自己的位置，我被什么团团住了？我看你们怎么办，我就看你怎么办。完了完了，只能这样子。哎、欸，这个就是那个移车的小游戏，有没有？啊，这一台要先出去啦。残酷。好，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呢，其实就是要大家观察一下我们周遭环境，我们这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之类的变化哦，我也是听电话，我想说，喂，那有一些在人家家里面的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太去计算这个东西。嗯，好，那我今天就等一下我们会用抢答的方式。那我想到抢答，因为可能是大家这个 DC 会有延迟，就不太准了。我们用麦块的方式。哦，好，那个打字，对，那就是看到第一行打字是谁的，就是他那个人正确就得分。好，每答对一题20颗钻石。哦，钻石时间。然后要看到我打出这个之后，下面的第一个人打字才算。好，那第一题啊、哦，请问哪一个数字？等一下，我这上面这个是不算啊，这个先存在啊。好好好，请问我们村庄里面总共有几只村民？哦、这我真的不知道哎、欸，这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欸，随便打。对，加谁？哦，抢答哦。上面的话可能不止哦。对啊，他有加上面呢、欸。你有请村民来讲话看看好了。好。加，那我可以答案。哦哦，那个上面的也算啊，那个也算啊，十一耶，别人猜中哎，没有没有没有，一是指就是他到报数，嗯，六三八九十一，对，十一个，哇，杰克差一点点，波波也是，我乱猜的。那就那我打一耶，打一啊！我你知道，其实我那个十三是以为我就是抢答是要用讲的，原来是我也是，所以我随便按一个数字，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数字是多少这样子。那这个算最靠近的啦，杰克啦，好哇，蒙中了，哇，20颗，谢谢。在第二题。请问团团的熊猫馆，他的门前放了几个展示框？好难哦！谁知道？谁知道啊？哎呦，我第一个哦！我才第一个，转身过去看看，你们这能力，转身看就知道了，反正都被抢答完了。到
看得到吗？看不到可以移动也没关系。是移动，是移动，你在地。哦，六个，对，是波波讲的那个没错啦，对，那我记得蛮深刻。厉害哦！哎呦，差一点点，可恶耶！大哥，谢谢校长。第三题，刚刚其实有人讲到了，请问哈基外面家哈基家的外面。有几个莓果草？哇，好难哦！我刚算到一半没算哎。我猜这个一样，我猜个这个吧。这个。哈哈哈！哎，还有等下，阿基阿基，我想问一下，你那边有算社办吗？你的门前？我的门前哦，我应该说我的房子周围哦，一圈吧，周围啦。一圈，现在可以来去数看看。直接把莓果采起来就知道有几颗啦。哎，对啊，我想说怎么多好像。你的房子变得不太一样，这很早就种了，对吧？到后面有多？有没有哎，没有哎，那边有，后面的拔掉了，那边有，就走那边啊！我走错了，没有那么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三，十三，哇，又是杰克，哇，又是杰克哎！十三的话，因为有人十二，有人十，一人一半吗？所以20×3一个人七颗，哦，这也是好七颗，阿旺七颗，小雨七颗，哇，三哎，我以为后面有，还打四十哎，来分，我以为会是偶数哎，就是奇数，我也以为是偶数，感谢，不想那再猜个十二好了。哇塞，不知道是什么就猜十二。我等下猜十二。那等一下乐透可能是十二啦，我不知道有没有签的。啊，我签十三哎。那这样能算吗？这一季的靠近的可以算吗？最靠近的中奖。加我一半吧。来，请问第四题，好，我们家的海龟有几只？啊，好月。哦，好快哦！应该我刚好有看到瞄到四只，我刚想偷中，你知道吗？我偷中一颗，它没长出来。还有哦，后来有养回来哦。上次活动，上次我杀一只啊，有养三只，养回来剩三只，我养三只。鱼月好会抢哦，好猛哦！刚好记到，刚好有记到，猛哦。所以听到关键字海哦，海豚有几只？对，我忘记，我好像忘记买彩券过。我有记到，就是团团门前跟这个海龟而已，其他的就是没有看到。再来下一题，第五题，请问我们的甘蔗厂里面有几只苦力怕？啊！我靠！白痴！十二只嘞！十二只！十二只！爆炸了！哇塞！爆炸了！你这个是名牌吗？没有，每个甘蔗都是苦力怕。甘蔗吗？我家最近的哎。哦耶！小勇猛哦。哎，算了，下一题。我们的伐木区就是我家旁边那个伐木区。有几格可以种的树的格子？哦，这个我知道。来，我们先来去看一下啊。二十一？这是二十一吗？忘记了，我我可能会是二十一。我刚刚有种，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数。记得好像是啊。怎么也不会到二十一这个数字啊？不可能，一定是会对称的，一定会对称啊。四乘四。哦，四乘四。没有，四乘四啊。雨月，我有五十五，怎么回答的？你刚刚说我四乘三，我是七乘三，还是四乘五？这个是我蒙到的，变成七乘三了。我也在四乘四跟五乘五在纠结。我一直在记四乘五，我要四乘四、五乘五、四乘五。没有，我才刚中哎，马上就被打脸。啊！我才刚，我怎么？那你蹦出一个二十一？请问二十一该怎么除呢？对啊，应该是七三吧？七三啊，七三啊，超长是不是？好，再来有这一题呢。开始后面都会比较刁钻一点点的啊。Oh my god！ 请问哈基家的游泳池不是钓鱼池，游泳池？它的底下有几个灯？几个灯？我乱猜，我猜吧，我。反正一定是偶数，一定是偶数，太厉害了！来来来，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偶数哦，真的海灵石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海灵石，但是我不知道它几多么多，
八个，哇塞，很多哎、欸！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偷改？中了、欸，他忘直接中哎、欸！是变场了，我怎么感觉？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多？我没有动，是不是有偷改？没有动，没动，没动，没动。好猛哦！再来下一题，请问，等下还有没有来？等一下，我刚剑掉在路上，还喷妆啊，同学，喷妆，吓到喷妆。请问我们那个最早种的那棵树，在团的外面加，不是有一个种棵树，然后外面有种一圈甘蔗吗？嗯，有种竹子甘蔗吗？嗯，请问那边有几个竹子？竹子，竹子最太可以了。上面结算吗？还是不算不算不算，一根就算一个，对，是这个吧，一根就算一个。没有，先猜十二就对。我猜这个，我猜一个十，我猜一个十，我猜一个，我也想猜十，你连我自己中的我都不记得了，你知道吗？来来来，我们来一起。太好啊，我就知道了。一圈没那么多、欸、哎呀，蛮多的、欸，蛮多的、欸，六七。很多哎、欸，太多了啦！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哇哇，好多啊！哇啊！早上把数字猜多就好了，太强啦！猜起来，有这么多、哦，我来猜好多。然后再来下一题，请问我家，我又是你家顶楼。有几个钟？几个钟？啊？还到底输？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子。我猜最多好了。我猜一个，哎、欸，我想说，我猜几个大家都没有的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还有四个，四个钟，四个，没错。可是小雨先，波波没有。哦，是小雨。有，你今天说要看东西的时候，跑到最高的那个风车上面，上面有四个，我都看不到那个风车上面。好，再来这个这一题真的是很刁钻的，最后一题，请问酱油那应该酱油盖的吧？鸟居，它那个鸟居几格高？几格高？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哎、欸。地板几格高？我先猜个十二好了。没有没那么高，只猜爽的。哎，来去看一下，应该是八或九哎，感觉。哎，我们好高哎、欸，蛮高的呢。那不会真的又中了吧？没有啦，不够啦。七八八格高，八格高，繁星，繁星，繁星，太强了，太强了。你是猜到的还是真的有算？我猜到的啊。哈哈，因为我今天有稍微瞄过，我在想了，哦，强哦，哇，好猛，这样好像大家都有讲哎，没有啊，没有吗？哦、怎么会有错觉？我没有啊，哦，好了，开奖啦，没事，我今天没有去切，我忘了，忘记了，我忘了，没差没差，哦。哎呦，这样几率会比较高吗？哎呦，好像不会哦。蘑菇也是共估的几率变高，并没有哦。十八耶！我们算是大奖被拿走了。哎，等一下，我那个三组忘了给你啊。好，忘了塞进去。所以这样有六组，只有十八个。啊，这样子，今天扣掉你七个吧。对七个，对七，七扣掉应该是七个 ，Lucky Seven， 这样几个六吧，七个好，大家一个一组，耶，谢大哥，九九九，长长久久，没事，我没有签，我没有亏，九啊，我没有签，我没有亏，零换九，换九啊。零九零，好了，我们同学都到齐了吗？到齐了，还没。今天的，对耶，我们少一个人，对耶，还没。我刚刚回去把钻石。好了，哎、欸，耶、yeah。
好，那我们下一次呢，这个课程就先停一周哦，下一次自由活动。好，还是有高效啦，只是说没有课程这样子。嗯 ，OK。对。哦，对，刚忘了那个音乐，都要上去补一下你那个抽中奖补一个牌子。哦，好。嗯，对。好，那今天就到这边，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在哪里补？待会不太想开，因为他们东西大要去打蟾蜍王，所以我想还不开，反正先收尾啦，要不要开我再想一下。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啵啵啵啵。然后他看一个东西，好，等我一下哦，我看东西啦，所以过头了。哎呦，怎样东西啊？好啦，先关台，就这样，大家拜拜，八八八八。